三十秒到达战场。我一分钟的时候去对面。好，差不多。机器从不流血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又出击了，这咋又这样式儿了呢？又剩一个小兵，我感觉我这位置好像不太对，又差了一个兵，哎呀，气死我了。学 W 啊，哦，原来应该学 W 是吗？为什么不早说？哎呦，这不无敌了吗？买个皮鞋，走。蓝 buff 呢 ？buff 咋没了呢？蓝 buff 呢？我靠！哎呀，这也改呀！我天哪，太难了。有的显示有 bug， 有个屁，他都不回蓝。我先退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完了！哎呀，哎呀！我先这波直接把他 Q 死呢。这玩的不对啊！这玩的不对了。这波玩的不对劲，不对劲啊！一台机器堪比半百精兵。送完人头又怪队友啊！你还连着两把一起看呢，那谢谢你，还连着两把一块看呢，哎呦，现在都这么专业了吗？没事，给他换了。兵线好像不太好。我让他们退休。兵线只能说是一般般吧。
你给我起飞！螳螂过来逮我来了，我们快跑啊！就在这回城啊！还有义卖收获，哎呀，回家啦！再来把长剑吧，算了，不来长剑了，我来药水，来个小攻速，不得这把我们出布甲还啊，这把我稍微来一手布甲还。先出跳刀，先出跳刀，攻速太慢了，这不好拆塔，我先出那个血色之印。拆塔快，人们说原型并不稳定，那是因为他们害怕。进入一波草丛，等一会儿这个船长。起！起！我操了，这不把他换了啊？哎呀，还跑了闪现。给我瞎当了，给我瞎当了，我300块钱啊。看看这船长传不传送啊，他传不传送我们都传送。明白吗？他传不传送，我们都传送。别没啊！别没！对，哎，别没就二十也漂亮啊！别没，别没啊！千万别没！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。回光返照时，哎，好像技能不应该用，用技能没啥用啊。
起飞，炸！野冲啊！死！你跟谁打呢你？啊？你跟谁打呢？你个老螳螂，跟我俩打。这叫什么不假骸？车就没了，还好啊，回家。回家来个暗行者之爪。带个扫描吧，出个扫描。暗行者之爪，巨酒，巨酒不除，出吸血九头蛇，虚躯钩也行，巨酒，啊，巨酒也行哈，加血多的话，我们。我追了，螳螂可能要来了。我这边打峡谷会不会来人啊？万一来个人，我可怎么整？那这我就管不了了啊！这如果你这个样子色的话，我就上高地了，高地就没了。抓我！你知道我多少赏金吗？那能给他吗？该跑我们就得跑。暗行者之爪多少钱呢？我赶紧来一个。差十块钱。这波下路没人啊，我们直接去带下路吧，把下路先给他带了，把下路二塔给他拔了，完事拆一半呢，对面肯定来守我，守我我就传上路去，我们分着拆。哦，潘森。给我掏回来！抢人头那能行吗？全面启动！哎，有红 buff 哎。打个红吧，
走吧，我去唱路去了。上高地啦！嘿呀！这老汤囊的，我他妈敲死你！哎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给我气坏了！谁的双 buff 啊？怎么船长会有个双 buff 啊？去下路吧。螳螂这波收着钱了，螳螂。螳螂被杀了。全面启动，这怎么不创塔？我看看，啊，这不创了吗？谁被打断了？这拆塔真快呀，这塔拆的。还行，对面还剩五座防御塔，我们把这五座防御塔给它拆完，游戏就结束。哎呀，我换侦察守卫吧，这玩意儿能多放点眼儿，我这要扫描一点用没有，我根本我也不扫。出门。这波我这车，我看看怎么发动一波啊！不好发动啊！小龙吧，小龙。我跳弹，别跑！又开始投降，这帮傻逼，这真是，我好想骂人，但是骂人确实是不对的，我给我自己一个嘴巴子。你说你死就死了呗。死了就捡头枪，死了就捡头枪，啥意思呢？头啊！不骂骂他们，真的是这是气死个人，有什么好点的呢？你说精神病似的。哦，我自己不打团还浪费队友了。那我不打团是不打团，那他投降啥意思啊？我感觉到的可不是喜悦。咱就说投降是不是有病？
因为我不打团啊，你明知道我都没在团战那边，完事你去打团去。这波对面 ADC 居然推中，咱不是说老司机有没有办法打团啊，那你明知道我自己没在打团，你还团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还有什么好团的？擦眼儿，哦对，冲啊！我忘了擦眼儿了，但没关系啊。这咋办啊，他也把我丢死了。哎呀哈，别跑，快回来，你给我十块钱。哎，出个九头蛇啊。再来个啥呢，再来个板甲吧，跑得快怎么样，我跳刀没用啊。刚前面没有小兵啊，一会儿我们俩中，我再把中路一偷，我们再死到上路，把上路一偷，队友打个大龙，游戏结束。我看能不能直接上到高地啊，没有小兵，但是可以跟我冲，兄弟们打不打不扣的跟我没关系，给我拆，点什么信号拆呀，这这还不拆，这使劲拆，杀戮全破了，打大龙，游戏结束。对面要打大龙啊，对面伤害不够，没事儿，插眼儿啊，忘插了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再说了，现在查人也没用，我没传送，下边再说吧，下边去了再查。去打个大龙吧，我去下路，你们大龙。哎呦，这边三条小龙，你们这家不要了是吧，这家我是不是得给你开波车了，我得给你开一波了啊，看啊，你冲啊，我去了我去了，兄弟们你给我坚持住，
那有什么用？那能拦得住我吗呢？那能拦得住我吗？那是拦不住的。不完了，这种英雄得队友比较猛。